推介 Hexagon AA 滤水系统，韩国最先进系统。您的水浆富含抗氧化剂，对抗游离基，富含人体所需的离子矿物质，含小水分子团，促进人体吸收，有效排毒和输送养分，碱性氧气水提升能量、新陈代谢以及减低压力。好处不止这些， Hexagon AA 滤水系统提供更优质的饮用水，还能改善食物品质和肤质。一起来看看它众多的好处吧。酸性水的好处，细菌无所不在，它在体内生存，也在我们的食物内。用普通清洁产品来洗刷和消毒，只会在生活中增添更多化学残留物。电解酸性水的 pH 值低于 3.5 和高氧化功能，是更经济和环保的消毒剂。细菌无迹可寻，因为一旦细菌膜接触酸性水后，将被氧化和分解。使用 Hexagon AA 滤水系统的酸性水，保护您与您的家人。您可以用它来清洗灶台、砧板、冰箱、玩具、奶瓶。您是否在用手部消毒液？您可尝试酸性水，用它喷在湿疹、皮疹和粉刺的患处。此外，将它喷在伤口以减低伤口感染。它也适合用于女性私处清洗，其抗菌功效在无任何化学物的情况下，自然、安全以及有效地预防私处感染。其较小水分子团能立刻保湿，让肌肤水嫩。100%天然、经济以及无化学物。然而，酸性水的杀手锏就是杀灭食材内的细菌，让它们无所遁形。使用一般过滤水来清洗食材是不能将里面的细菌完全杀灭，因为过滤水内的氯已经被去除，它也不能有效地清除化学残留物或杀虫剂。使用自来水洗涤食材，却在过程中沾染上氯。我们现在示范自来水里的氯如何的污染食材。首先加入数滴余氯试剂，看到了吗？水转黄了，证明了氯的存在。我们再加入包菜，您又可发现水又转为青色和无色。那氯到底消失到哪里呢？它已经被包菜吸收了。氯化食物。